们台中市跟新北市政府合作，我们的莺歌陶瓷博物馆的一些典藏品有来自15个国家的一些艺术家的作品，那当然包括我们亚洲地区日本的韩国及我们台湾，还有美洲欧洲以及澳大利亚一些艺术家的作品，那我们可以看到当代的一些艺术家不同风貌的一些风格应该非常相当的亮眼哈。那如果有兴趣的民众，我们欢迎大家来葫芦洞文化中心来走走看看。这个女妖她的造型虽然是这样，可是你如果仔细来观赏的时候，她的头颈部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分开的，其实它是一个壶，茶壶的壶，然后她的手部的部分，她的手的手掌的部分又有那个洞可以把我们的茶水可以倒出来那真的蛮有趣的如果没有仔细看，不知道说其实它是可以做茶壶用的。它的主题叫草，草面的草那可是我们看到里面很像很多的铜钉这些铜钉都是铁钉都是其实都是陶瓷的一个元素跟材质。那其实作者可能要
表达的那个意涵是说，我们人生在生活上，我们生活上真的要打拼哦，不容易啦。生活上真的要面临的一些问题都不是很容易，就好像就会觉得蛮有点艰辛哈、哦。那就像我们那个台湾的谚语有一句谚语就是说，吃东吃西都是自己哈、哦，就是很多生活上的需要面临的，还是我们自己冷暖自知，我们自己可以去感受到。那我觉得他的线条哈，让我非常感动啊！他的线条，就像我们一个舞者正在跳舞的那个过程，然后他的手哦，他的线条，你看手是他的陶瓷的那个设计，他的手正在他的屁股上面，那个线条是变化造型的，让你会觉得说，哎，就好像就在律动中了，我就跟他一起在跳舞了那种感觉。那我觉得看他作品会非常放松。那它的特色最主要是在它的那个把手跟那个壶盖上面哈、哦，你看到很多很像那个螺丝钉的一个造型，可是这个岩素也是一样，同样是陶艺的一个材质哈、哦，但是它的像茶壶下面的一个螺丝钉，这些螺丝钉，其实它是可以很实用的固定，让它整个茶壶跟它的杯子是可以非常稳固的哈，所以它是兼具了一个有趣的一个造型，可是又非常实用。